十二期哦，我们台北市开出的量能是21万，可是中央哦，再叫41万人来预约，所以这个一定会出问题。就到第二阶段哦，好吧，我们那个量能哦，注射量能提高到26万，结果他找18万人来登记，因为从过去一段到现在，我们疫苗是政策是完全没有规划。还有两个钟头了，两个钟头。